这首诗叫《The Call of the Wild》。Have you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The sage-grouse desolation, the bunch grass levels where the cattle graze. Have you whistled piece of ragtime at the end of all creation, and learned to know the desert's little ways? Have you camped upon the foothills? Have you galloped all the ranges?Have you run the arid song land through and through? Have you chummed up with the mesa? Do you know its moods and changes? Then listen to the wild, it's calling you. Have you known the great white silence? Not a snow game twig acquired. Have you broken trail on snow shoes? Mushed your husky up the river?Dare the unknown, led the way, and conscious the prize. Have you marked the map's void spaces, mingled with the morgue races, felt the savage strains of brute in every thew? And through gleams, as how the worst is, can you run it off with curses? Then hearken to the wild, it's wanting you.Have you suffered, starred in a trumpet, grow bell dawn, yet grasped a glory, grown bigger in the bigness of the whole? Done things just for the doing, letting babblers tell the story, seen through the nice veneer the naked soul. Have you seen God in his splendors, heard the text that nature renders?The simple things, the true things, the silent men who do things. Then listen to the wild, it's calling you. They have granted you in custom. They have trimmed you with their preaching. They have soaked you in convention through and through.They have put you in the showcase. You are a credit to their teaching. But can you hear the wild? It's calling you. Let's probe the silence places. Let's seek what luck betide us. Let us journey to a lonely land I know. There's a whisper on the night wind. There's a star agleam to guide us. And the wildIs calling, calling. Let's go. 好，现在请刘老师开始我们下半场。刚才有一位朋友指出来，就说老上文艺术馆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现在搞清楚了，就是那个大楼呢是上文艺术馆当时的总部是没错，但是大楼的位置是在闸北，然后我下边写的那个福州路司马路那边呢是当时的发行所，发行所跟那个总部是不在一块的啊，是这么一回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就说，跟我提了个意见，就是前面讲的可能是比较，枯燥一点哈、啊，这个说是有点像这个词典一条一条的啊，互相之间关联的不太好。我尽量争取下半部分讲的，这个生动活泼一点哈、啊。下半部分呢讲的是都是人物，所以会涉及到一些故事，可能会也会好听一点哈。那首先要讲的就是张元济先生，这是商务的灵魂。好，张元济是一个他是1902年进入商务的，然后呢在商务服务了一生，一直到1949年以后他跟着商务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然后是在60年代他就去世了，所以幸亏他是
幸亏他去世的早，要不然的话不知道会遭什么罪。那张元济先生呢，他是出生在浙江的海盐，海盐还有几位文化名人出生在那儿的，大家有知道啊？鲁迅是绍兴的，对，还有我能想到的一位是王国维，对，还有一位是徐志摩，对，那我现在我知道的海盐的文化名人就这三位了：张元济、王国维和徐志摩。那张元济呢，他是出生在这个海盐的一个大家族啊，这个是名门望族啊。他的那张元济是一个什么人呢？他首先是一位一流的学者。为什么说他是一流的学者？这有一个非常可以量化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知道北京有个国子监，对不对？国子监里头有很多石碑，上面刻着就是进士的这个。中了殿试中举啊，不是中举，殿试以后就是说获得进士这个名称的啊，他们名字都会在国子监那些碑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啊。那在那儿你是可以找到张元济的。张元济呢是光绪哪年啊？光绪壬辰科，就是1892年的进士，当时他排的是2甲24名。2甲24名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所谓的连中三甲，这三甲是什么？对，一甲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就这三个人，好，三名。然后二甲呢，再从第一名开始算，往下数。二甲一共是多少人？二甲一共，我忘了，这上面没写，我也忘了是多少名了。然后二甲完了以后再是三甲，那所以他中的2甲24名呢，相当于从头开始数的27名，在全国啊排27名，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名次了。那跟他同一榜的还有谁呢？蔡元培是二甲的，好像是27名，我看一下。找不到了，蔡元培还有蒋廷甫都跟他是同一榜，蒋廷甫是三甲了，就是蒋廷甫我们知道后来，是北大历史系的这个教授啊，所以，那么所以我说是一个很能量化的指标哈，确实当时中国是第一流的这个学者，那么因为成绩出色呢，他就后来直接就进了翰林院。选了这个庶吉士。什么是庶吉士呢？庶吉士就是从翰林院里这些学者里头选一些，就是说非常优秀的有能力的去做这个实习官员。所谓的庶吉士就是实习官员。那么他做庶吉士做了一段时间呢，就给派到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一个什么衙门去当官了。就是说官虽然不大，但是呢是很有实权的部门。这就看出当时的用人的这官员对他是非常重视的。那么1892年他中举，接下来是1894年，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中日甲午战争。对，那中国对于这个跟日本的这场战争，这场失败对中国人的这个打击非常非常大啊。因为一直是作为自己的小徒弟哈，小弟弟的那么一个小国，竟然把这个老大中国给打败了。所以那么在这个甲午中日战争这个刺激之下，1898年呢就戊戌变法啊。那这个张元济呢，他是应该属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的前后呢，他跟光绪帝上书几次，然后还得到光绪帝的召见。一起来共商国事，但是结果呢，这我们都知道，戊戌不过是百日维新而已啊。那这个光绪帝被囚禁以后呢，这个维新的官员也很多都被发配了哈，被发落了。那张元济呢，也是被革为庶民，永不叙用，永远就死了这条心了，不要想做官了。那张元济经过这一个挫折呢，他自己也不想做官了。
他认为中国要救中国，关键他认为在教育，要走教育救国这条路。那正好这时候呢，这个李鸿章出来了，就是张元济这个不是被革职了吗？那下一步要去哪儿了？这个李鸿章就这个跟这个在上海的盛宣怀打了个招呼，说这个，然后告诉张元济说你到南洋公学去，啊，南洋公学盛宣怀这个办的这个学校，刚才说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啊，南洋公学。那么张元济呢，就在这个李鸿章的这个介绍之下去了南洋公学，然后前面说到他进了南洋公学，首先他是去的艺书院，去主持这个艺书院的工作。好，这把名字写出来了，二甲24名，蔡元培是二甲34名，蒋天福3甲85名啊，这么一个名字。这个我不认识，蒋炎什么？蒋平福。哦，言字。对，这个左边这个就是盛宣怀，盛宣怀大家都有所了解吧？对，当时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哈，当时应该说中国最大的官商吧，啊，也是这个李鸿章的心腹，所以李鸿章会把张元济介绍给他。那么，这个张元济来到艺术院以后呢，他正好那充分的利用这个艺术院来实现他报国。救国的这么一个目标，他从哪着手呢？艺术院的工作当然是引进西学，所以他到了艺术院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拟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我未来几年内我要做哪些书，我要引进哪方面的这个典籍啊。这个张元济呢，在艺术院的工作其实有点像进入商务以前的一个演习啊。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制定了这个翻译出版的这个规划啊，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第二呢，就是延请翻译大家来为艺术院翻译这些典籍，严复就被他请来做了这个总教义书。这样呢，这个艺术院的这个编辑队伍被充实起来了。然后他还这个为艺术院呢附设了一个东文学院，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外语学习机构。其实，那么从这个学院里头，他也能挑选他这个最好的人才来充实到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队伍里头去啊，艺术和编辑的队伍里头去。再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编译的题材他给扩充了，最初南洋公学这个翻译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跟器物有关的，那么他引进的就是说思想方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就是更多了，占了大头。这样这个编译的书目呢一个扩充起来了，然后呢制定了这个南洋公学艺术院的示范章程。这个章程呢就相当于一个图书馆的一个管理章程啊，他做了这个把艺书的工序他给规范了，然后他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这个译名的规范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初的这个美利坚的译法是怎么译的来着，我想不起来了，非常古怪的一个译名啊。那可能这个人是这样译的，那个人是那样译的，最后你读完以后你可能搞不清楚，不知道谁说的是谁啊，对不上号。那么
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译名的规范问题，这在翻译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明确版权的归属问题，啊，在此之前，你要传统的这个中国是没有版权意识的哈，啊。那商务这时候早期他哦，这时候还没有商务，他是在这个南洋公学时期，他就提出了这个版权的概念。所以给那个严复的稿费，我们先提到了，除了2000块钱大洋之外，还有20%的这个版税，啊，这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版税的概念和运用它。那20%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我们知道现在的出版社版税一般都是10%，啊，10%还说是比较好的作者了。你要是个新手，刚刚开始写作的话，也许能给你低到6%-7%。那个最畅销的作者呢，可能能给高到10%-15%，最多最了不起的可能能到20%。那当时严复就是张元济出手就是20%。那到后来刚才说的在艺术院出的是这个严复这个原复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就带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去出了。下半部分的版税是多少？40%，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哈。当然最后这个书的销量那么大，最后还是这个从这个经济上算，应该是能有盈利的啊。如果是印的少的话，那就亏死了。所以那在张元济在艺术院这四年呢，就已经是进入商务之前的一个非常好的演习了哈。基本上一个出版社需要至少编译所这一部分需要做的工作，在这儿他其实已经演练过了。啊，这就是那个当时出的这个亚当·斯密的原赋啊，就是《国富论》啊，当时的旧的版本。说啥？啊，这我做了一个就小的年表吧，就是1892年张元济考中了进士，然后94年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然后1897年呢。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然后98年就是戊戌变法，然后99年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张元济给被革为庶人，永不叙用，然后就进了南洋公学啊，主持艺术院，然后1901年张元济买了商务的股票，02年进入了商务，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商务的创办人，刚才我说到有一个有头脑的叫夏瑞芳，啊，这个夏瑞芳呢，最初那个华英初阶词典就是他弄的啊，他非常有头脑，知道还有市场啊，人们希望做什么，希望学什么，那他跟张元济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因为业务关系，他为他的商务印书馆去揽活，啊，给艺术院去翻译给印书，是这么认识的。那你认识之后呢，张元济跟他一聊，发现聊得还挺聊得来的，觉得这个人不错，一方面是有头脑有思想，另一方面呢就是人非常厚道，所以他们两个人成了朋友。然后呢，这个夏瑞芳这时候就自从他那个华英初阶出了以后，他一直就想我在接下来再做些什么哈，顺着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但是毕竟就是四个工人嘛，他没有资源，所以他就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一个劲儿就想找一位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来给他主持这个商务印书馆，所以他就拼命的就跟张元济游说。那张元济呢，就是首先是看着这个人很不错啊，经过他再三的这个游说呢，最后张元济实在是却不过面子，就买了他的股票。当然张元济并没有钱，但是他是劝说他的太太把那个首饰给卖掉了一部分，拿那个钱去买了这个商务的股票，这是1901年的事情啊。然后最终到1902年，张元济终于就不再犹豫了，正式加入了这个商务印书馆。这个上面后面看得见吗？这是两封信。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以后，啊，
给蔡元培和汪康年写的两封信，给蔡元培的信里头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给汪康年的信里说，弟敬畏商务印书馆编撰小学教科书，颇自卫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是浮尘狼鼠，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这两段话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加入商务去做出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教育，是为了启蒙。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就在那之前可能知识更多的就是一种精英教育啊，翰林院什么的，那大部分的人是得不到这种教育。那么出版可以提携多数国民，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然后接下来这个致汪康年，这个是说编撰小学教科书这个事情啊，颇自卫可尽我国民义务。他跟谁做对比，就是那些浮尘狼鼠，终日做纸上空谈者。有些学者可能就是轻谈，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那么比起他们来呢，我做出版的我更高出一层，这是他做出版的一个目的和宗旨所在。所以下面说这个昌明教育开启明旨，这是商务的一直以来的宗旨，这就是张元济在那时候定下来的。这现在就是这几个字刻在这个，就是刚才的北京的商务印上大楼，大楼前面有一个有一个大石头，石头上面就刻着这个字，这几个字啊，昌明教育开启明旨。那么张元济到了商务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成立这个编译所。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有了编译所以后，这商务印书馆真正的就成了一个印刷啊，成了一个出版社，而不只是一个印刷厂啊。那编译所呢，是一个出版社的核心机构。那编译所的成员编辑自然都是知识分子啊。对编辑们来说呢，商务就成了一个他们施展才华能够实现抱负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这涉及到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出路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啊，都能做些什么，有哪些出路，出仕做官当然是第一选择，是吧？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啊，对，管账算账先生，对，刚才说算命先生是吗？对，也是一种。还有师爷啊，师爷，对对对，跟那做幕僚，对，教书啊，教私塾。还有什么？还有些那个从医的是吧？有些什么一些啊，抄书的，抄书算偷吗？你是说偷书还是说抄书？窃书不算偷，但是抄书嘛，抄一半一下就窃了。好吧。所以那个我来读一下周作人对于这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出路哈。那周作人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除了科举正路之外，还有几路岔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啊，刚才讲到了啊。其二是做医师啊，从医的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呢要阔气些。其三是学牧，即做牧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刚才也说到了。第四呢是啊学生意啊，学生意刚才好像没有人说哈，这一块儿，但呢也就是钱冶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穿长衫这是知识分子一个标志哈，孔乙己是死也不愿意脱那长衫。然后再另外呢就是进学堂，
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么，那人生选择就是这些。那么，像商务印书馆这种现代的出版机构，包括还有那个当时新力涌现的这个报馆，还有这个新式的学校，他们都起到了一个共同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给了这个传统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出路。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刚才说除了当官之外就这么几条出路，但是在科举给废除以后呢，当官这条出路又被堵死了，对吧？你通过读书去读学而优则仕，但现在学而优你仕不了了，你能做什么呢？很多知识分子现在就很迷茫，我能做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些现代的这个出版机构啊，现代的学校啊，他们的出现就是给了传统知识分子新的选择，职业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那职业化怎么来定义职业化呢？怎么来定义它呢？职业化哈，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专业化的人员。专业化的人员，一个是健全的职业组织体系，良好的这个职业环境，还有就是，对，就这三个方面哈，专业化的人员、健全的职业组织体系，还有一个良好的职业环境，就有了这三者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学校啊、报馆啊、出版社呀，就包含了这些要素。那对出版社来说呢，就是知识分子到这儿来可以做什么？做编辑，他能够把他所学他的知识能在这儿不仅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而且他能够养家活口。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这一点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有相应的社会地位，是吧？我们刚才说传统知识分子，你除了做官之外，其他的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是吧？那么在这儿职业化之后，他还有这个相应的职业这个社会地位，这个身份，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知识分子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方式和位置，在这儿。所以有人评价说，这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次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这种现代机构给知识分子提供的这么一种出路。好，讲了，这是传统诗人到职业化知识分子的转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商务意义。哎，这个应该在后头，放到前头来了。先大概看一下吧，就是商务以这个张元济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这些建筑其实都应该是双向的哈，我就偷懒了，我就没有画了。最中心是张元济，然后呢是编译所，张元济所创办。那编译所的编辑基本上都是张元济这个首先是张元济给招募的，然后通过这些已经招募进来的人，他们再把自己的这个朋友啊、老乡啊什么的再介绍进来啊，就是。然后这个以张元济和编译所两部分其实为中心，就向各方面去散发。其中呢，像这个是像梁启超、蔡元培他们在那些老一辈的学人，跟张元济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像胡适啊、罗家伦啊他们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也是跟他们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联系。
而且这个箭头其实不光是张元济和他们，包括和编译所都有这种相互的关系啊。然后这边呢主要是说人文社会学科，这半边呢是这个自然科学的学者。自然科学学者呢，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史上有两个很有名的自然科学的这个组织，有法应该也是，但是应该说中国现代史上这个留学最多的一个是英美系，一个是留日系啊，这两个其实是占最大的这个比例。所以一个是留美学生有一个团体叫中国科学社啊，有很多的这个像什么任鸿俊啊，像这个竺可桢啊，像李四光啊，他们都是中国科学社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留日的学生团体叫中华学艺社，我一直想不起都有谁了啊。Anyway， 就是像这些学生团体，都跟他们保持着特别密切的联系。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庞大的，而且频密的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知识团体，他们共同的把商务推上了他的顶峰。没有这些人，不会有商务。OK， 那前面是讲到这个张元济。第二个人我们要讲的是蔡元培。讲商务与蔡元培呢，实际上就是讲张元济与蔡元培啊。那刚才我们讲了他们是同科的进士，都曾经呢一同在翰林院供职。那因为他们思想倾向相近嘛，所以很快呢他们就成了朋友。那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呢，张元济被革职了，然后就去了南洋公学。而蔡元培是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已经看到清政府实在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跑去就办教育去了。他一开始是回到老家，也是绍兴人，跟鲁迅他们一样绍兴人。一开始回到老家呢，去办一个学堂做校长，他那个职务叫什么叫啊到叫监督啊，其实就是校长。然后呢，然后张元济来到南洋公学以后呢，自然招朋引伴啊，就跟蔡元培说：“那你过来吧，我们一起做番事业吧。”蔡元培一听就过来了。一开始在南洋公学做那个做一个总什么什么特别班的一个总教习，然后他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商务印书馆那个最新教科书，就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的编写，蔡元培。就是当时的人，就是这个职业变换都很频繁哈。这个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做那个特班的总教习做了一段时间，他又跑了，跑出去弄了一个爱国学社。这个爱国学社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学校，然后呢他在那儿就组织了一班人呢也在那编校教科书。那到1904年，其实在02年，因为这时候清朝还没有颁定那个奏定学堂章程，但是这帮维新人士已经看到了就是改革学校这种必要性和必须就是必然性。所以他们在1902年已经开始在变这个新式的教材了。那这个张元济进了商务以后呢，着手来编辑新教材。所以一看蔡元培已经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样？那你索性你就帮我们弄吧，就相当于他采取了一个外包的方式啊。当时商务因为他刚进去，他这个商务编译所也刚刚弄起来，还没有多少人啊，也没有这个编辑力量，就蔡元培，你带着你那帮人帮我们弄吧。蔡元培就答应了，而且张元济事实上当这个成立编译所以后呢，他就请这个蔡元培来当第一任的编译所所长，蔡元培也答应了，同意了，只是呢他没能到任，因为那个苏报案一个，我大家学那个近代史记得没有个苏报案。革命军邹容，记得吗？他是同盟会。对对对，他是同盟会。
这个苏报案的重，他是苏报的这个重要的撰稿人，成天就发一些这个推翻清政府啊这种要革命啊这种文章，那自然清政府受不了，对吧？就派人来抓，然后蔡元培为了避祸，跑到这个青岛去了，所以这个编译所所长他没能到任，但是他毕竟是答应了的，所以呢，在现在的北京商务，那个一进门那两幅照片，我们的员工里头第一位就是蔡元培，还是把他给算成这个商务的员工了哈，尽管他没有到任，但是呢确实第一条教科书是他主持编的，而且编的非常好，大获成功。那蔡元培和商务的关系呢，不是说他跑了以后就断了啊，事实上没有，这个，蔡元培去了青岛，我不知道是过了几年以后，他跑到德国去留学去了，是吧？他在德国留学啊，是这个中国驻德大使给他联系的，然后呢，他去德国留学，跑到莱比锡大学，跑到洪堡大学，但是留学的开销从哪儿来？没有钱，这个钱呢就是商务给他的，商务聘他为这个聘他为相当于特约编辑啊，特约撰稿啊，让他在德国你给我写文章，给我写书，然后我给你每月发100大洋啊，100大洋当时也是很大的一笔钱了，是吧？我们知道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一月才6块钱。是吧？那你想100大洋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啊！不仅如此，这100大洋给蔡元培，而且还蔡元培的孩子、妻子在国内，商务还每月还给他们发那个这个生活费，就这样商这个蔡元培在那边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学习，所以，那蔡元培在德国的这段学习呢，对中国的大学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意义，意义在哪儿呢？大家知道，这个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的大学在哪儿产生的？就是德国。对，那个著名的学者洪堡提出来，现代大学的两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是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因为过去的大学是不搞科研，它就是教学，那么第二个原则它现代大学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这是现代大学两个原则。那我们知道蔡元培回国后来当这个北大校长以后要提出什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吧？那么很容易看出他这个思想的源头在哪，来自这个德国留学。所以呢，那蔡元培，回国以后做了教育总长，然后后来做了北大的校长，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商务跟蔡元培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能给商务带来多么大的益处啊！通过蔡元培，那商务可以把北大的学者一网打尽，是吧？差不多可以这么说，然后北大的学者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他们都是。应该说是全国的领袖嘛，是吧？全国都是，威亲马首是瞻，可以这么说。所以通过北大又辐射到更多的这个学术群，更多的高校。所以蔡元培给这个商务带来的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益处。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呢。通过北大，商务跟中国最前沿的思想建立了一个联系。北大、胡适、罗家伦，啊，这个蒋廷甫、傅斯年，都是北大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啊，北大从这儿开始确立了在全国的学生领袖的这么一种形象。那么，
商务通过这个，就同时跟这帮最年轻的中国的未来又建立了那个紧密的联系。嗯，这儿可能时间不够，就是商务跟罗家伦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很感人的。今天就先不讲了，我的时间可能不够了。然后接下来，商务与胡适。这个胡适说的两句话哈，第一句话，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第一句，第二句，但我是30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10年、20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那这两句话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大家有人知道吗？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想请他去担任编译所的所长。这是在1918年，1918年，胡适呢是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直接就到了北京大学去任教。然后呢，经过蒋梦麟，跟这个张元济取得了联系，然后第一次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然后这个1918年呢，张元济就去了趟北京，希望寻求与北京大学合作，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商务印书馆经过从1897年创立，一直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发展呢，它显出了一些疲态，就是这个从张元济和当时的编译所所长叫高孟旦，他们都觉得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不认识英文啊，对西学比较隔膜，他都觉得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商务的书呢，这个积压越来越多，就是卖不出去的越来越多，这个杂志的订数呢也在下降，所以他们急切地感到需要新鲜的血液。所以张元济在这次去北京之前呢，就托了这个他认识的各种朋友啊，蔡元培啊什么的，就把他打听谁适合来接任这个编译所长。打听去，那个张元济自己也去，到处去联络哈，去了解，最后呢就锁定了胡适，因为胡适刚刚从国外回来哈，懂西文，懂西学，然后这个影响非常大啊，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以各方面来讲都非常适合来做这个新的编译所的所长。于是呢就向这个胡适发出了邀请。然后这两句话呢是胡适得到商务的邀请以后写在日记里头的。他首先他知道商务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他的地位成就，所以他说，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是第一句。但是呢，转一下，只有30岁，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还有书要写我还有自己的事业。所以应该说那个胡适对自己的人生的期许，他不是要做一个编辑，因为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想做那样，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他这个犹豫了两天以后呢，就委婉的谢绝了商务。然后商务呢，就是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发邀请，跟他想这个说服他，最后实在不行了，商务就跟胡适说，要不这样吧，你也先别说你先别说这个接，也先别说不接，你就先到我们上海，到商会来看一看。那胡适也看，都说到这份上了，怎么办呢？好吧，那去吧。于是呢就在这个20年的这个暑假，学校放假了，没事儿，他就坐了火车就跑到商务来了。
然后商务从张元济开始，然后接下来是编译所的所长张梦旦啊、高梦旦，还有这个总经理鲍贤昌啊什么的，一干人马全部都出动了，跑到火车站去迎接，这个阵仗非常大啊。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这个高管啊，在当时上海这社会地位是不得了的啊，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所以这个事情的动静闹这么大呢，当时的小报一些就是那些低头小报都出花边新闻了，说好家伙，胡适来了，这个动静简直跟梅兰芳博士到上海大世界的演出一样啊、哦！这阵仗这么大，啊，而且说是给商务开给胡适的薪水，这一个月到5000嘛，比总统还高啊！但是都是这瞎编的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哈、啊。那胡适来到商务以后呢，他首先就跟商务说明白了，说我等学校一开学我就要回去，我是不会留在这儿的啊。商务说那好，那你呢帮我们看一看这个编译所啊，你帮我们看一看我们商务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帮我做一个改良计划。胡适答应了，然后他在商务呢就整个暑假3个月的时间就待在商务，就跟这个编译所的所有的编译都谈了一遍，这其中就有矛盾哈，啊，那跟这些编辑聊过以后呢，他就对这个商务的存在的问题，他大致有了一个了解，然后等他回到北京以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封1万多字的信，长信，就是给张元济讲商务现在存在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做什么样的改革。那张元济看了这封信以后呢，觉得信里说的这些都是能做的，都是可以做的，他还是希望胡适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胡适说我实在是去不了了，但是我给你推荐个人，推荐的是谁呢？王云武。前面说到那个万有文库，他的主持就是王云武。那王云武是张元济之后哈、啊，在商务上对商务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最深刻的一个人。那王云武是什么人呢？王云武是这个胡适留学前在中国公学的老师，啊，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上过正式的学，就是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而已，但是非常的聪明，然后非常的好学，他就通过自学，通过函授，他上的函授学校不是一般的好学校，都是外国的函授学校，美国的、日本的啊。通过这些函授学校，他学了各科的知识，包括人文学科，包括社会学科，甚至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包括这些自然学科，都学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呢，他的成绩得到认可，他去中国公学去当老师，讲课还讲得特别好，所以胡适呢很认可他啊、很服他。他跟张元济是这么介绍说王云武他比我强，他的本事比我大。然后王云武跟胡适的关系还有这么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胡适就是那段时间在上海的生活是不是有所了解。那时候的胡适可以说是一个浪荡子弟，大家可能对他那个在美国日记里头说啊打麻将，然后第二天哎呀我怎么又打麻将了，我明天不能打了，第三天打麻将，死前打麻将。这是他在这个美国留学生活。在上海他干什么呢？他经常去那个花街柳巷去流连啊，喝酒啊，喝花酒，经常做这个事情。那当时呢就是他的老师王云武跟他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天资很高，你不能就这样浪费自己啊。王云武跟胡适说的这番话呢，这个把胡适的说动了，他真的就从此就不再去了，然后通过学习考上了这个留美啊。所以说王云武对胡适的这个人生道路也是有着很大的很深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呢他就向商务就推荐了王云武。那商务毕竟王云武他名不见经传呢，是吧，而且又没有学历，所以商务一开始也觉得很犹豫，说这个人行吗啊。然后这个胡适呢一再的就是跟他们保证说这个人绝对没问题，绝对比我强，而且呢你要用人就得在
有一处不宜啊，对，你在有一处不宜，你就得，你这样你才能真正用到这个真正的人才。最后商务被胡适这个说服了，就把王云武给接纳进来，做了这个编译所长啊。那王云武进了商务以后呢，忠实的可以说忠实的执行了胡适的这个改良计划。王云武进了商务呢，就是他一开始跟商务呢说他一开始也不想来，商务既然接受了胡适的推荐以后说那你无论如何你还是来吧。王云武后来犹豫说，那我得先出国去考察一下外国的出版机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商务同意了，给他经费，给了他半年的时间，他就出国到欧美去转了一圈以后回来，就开始执行他的改良计划，这个重组这个编译所，引进新人，引进科学的管理办法。我们后代对于王云武对商务的贡献有一个，可以说他最大的一个就是他把商务的这个在商务的经营上头，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像万有文库这样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啊，一个是超强的这种组织能力，还有这个对生产的规划，这都需要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能力才能做得到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1932年这个商务遭到轰炸，商务的这个整个机构遭到严重的破坏，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啊。那么王云武的这个主持之下，商务很快又恢复生产，就是恢复到这个被轰炸之前的一天出一种新书的这么一种程度，这都是在王云武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王云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来后人对他也有所诟病，就是说他好像有一点过多的就是说倾向商业化了，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对商务的贡献啊。所以这是说王云武，但是说王云武呢，我还是要说胡适，就说胡适他本人虽然没有到商务来任职，但是呢，他是对商务影响最大的人，一部分影响是通过王云武，王云武不但执行了胡适的这个改良计划，而且呢，他那个实践了胡适的这个，怎么说出版思想，不是出版思想，胡适的理念啊。后来呢，胡适是长期担任了商务董事会的委员，董事会成员，所以为商务策划的丛书啊、组织稿件啊、推荐人选，真是不计其数。基本上呢，胡适人虽然说是没有加入商务，但是呢，他是把商务的事情当了他自己的事情来对待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上海有个亚东图书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亚东图书馆，它也是一个出版社。然后这个亚东图书馆的老板呢叫汪什么来着？汪孟周。他跟胡适呢是安徽绩溪的同乡，所以是朋友，所以之前呢胡适很多书都是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出版的，包括那个很受欢迎的胡适留学日记，就刚才说到那个打麻将，不打了，打麻将就是那个就是胡适留学日记哈。那么可是从1930年代开始呢，胡适就逐渐的把他在亚东的书就拿回去，拿到这个商务去出版，然后那个一直到最后把那连那个
连这个拳头产品留学日记也给拿到商务去了。为什么？因为商务的编辑水平确实是非常高，不光是编辑哈，装帧啊、设计啊、销售各方面，商务确实都比他们强，嗯，都拿过去了。而且他不但是把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书拿到商务去出，他还劝别人，把像周作人呐，啊，这样的劝他，哎，你的书快拿到商务去吧，说你的这编辑水平太差了，经常做这种事情。所以刚才说这个讲商务与胡适呢，基本上他其实也是讲张元济与胡适。张元济与胡适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请这个胡适过来做编译所长，最后事虽然没成，但是张元济跟胡适的关系呢，私交就从此就建立起来了，越来越近，后来就成了忘年交。应该说这个他们俩年龄是相差24岁哈，也完全是两代人。知识背景啊，接受的教育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治学理念是相近的，他们的治学兴趣也是相近的。治学兴趣，我们先提到这个商务的整理国故啊，这是张元济操持的。那胡适他也是提出过整理国故的，是吧？那然后在他这个理念下做的那个大学国学基本丛书，那个都是在胡适的主持下做出来的。所以他们治学兴趣这方面也是相近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彼此人格的一个敬重。这里头胡适说的这个话，凡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这个话就是说张元济的，他对张元济的人格非常非常的敬重。然后下面这段话，张元济说的这个是有点文白夹杂哈，我念一下然后再解释一下。安徽人胡适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于颇重其为人，在上海居同里弄，横语相望，实相过从，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音书不断，解放前将去美，曾劝与研究学术，翌日回国，仍可有所匡助。张元济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看其中说到解放前这几个字，我们就知道是所谓的解放后说的这段话。当时是1950几年，这个张元济呢已经从上海搬到了北京，然后被这个当时的政府要求填这个干部履历表，因为他是被请到政协去了哈，所以算是干部。履历表里头有一栏填社会关系，他填了胡适。我们知道张元济他一生多少社会关系啊，多少朋友，他为什么就选胡适呢？胡适这他填这个表，这是1951年，好像是51年，对，51年，这是1951年。这时候胡适当然是49年就已经离开了，51年开始国内开始批胡适，就开始第一轮批判。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张元济居然把胡适作为他的社会关系给填在这个表上头，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方面张元济对于胡适的看重，另一方面可以说他是用这种方式对这个政府提出一个抗议，是吧？对批判胡适这个行为提出一个抗议。当然这是他在这个履历表的草稿上头，但是后来被他的助手啊一看了，说这还行，不让他这么填。最后所以正式的表上呢不是这么写的，这是在后来人们在资料上找到的。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互相之间这个人格上头，包括学养上的这个敬重。
所以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胡适对于商务那么尽心尽力啊，自己帮他们筹划。